Gigi 严明熙、Yumi 钟友美、Aska 张智豪呢日为一个水上音乐会担任表演嘉宾，三位除咗献唱自己嘅歌之外，仲一齐大合唱，令现场观众气氛高涨。变嘅火星女孩 Gigi 最近推出新作《回甘》，佢呢次唔止系歌手 G， 仲摇身一变做埋监制 G， 喺 Johnny Yim 同 Gareth Chang 嘅领导下首次监制自己首歌，真系好叻叻 G 啊！其实咧，监制方面，其实我本身以为，其实词嗰度我都有少少即系谂法，但系我估唔到我自己就做咗监制。不过可能因为我都系同另外一位同事一起倾好多好多，然后我对我自己唱歌我又希望。逐粒逐粒字去執的時候，可能我就無啦啦做了監製。但係覺得難度大唔大咧？定係話其實好 enjoy 呢一種？其實我並唔想咁快去做監製，因為我覺得即係暫時我自己經驗都唔足夠，我想再多啲經驗嘅時候先去做一個作品。咁但係我覺得都可以嘗試一下，因為有各位同事、各位朋友去街住我去做，所以我都對他哋有信心。咁演唱會嗰度咧會唔會再加多場？係咪揾緊其他地方？暫時我都未知道，因為我暫時淨係知道兩場。咁但係有冇加場我就唔知道，希望都會期待一下。同樣在近日推出新作的還有 Yumi， 成為中六學生的 Yumi 出年就要面對公開試了，而今年這個暑假亦是他最後一個中學生涯的暑假，所以他首新歌的歌名都零舍應景叫下一個暑假。其實是代表我即直情是代表我自己，因為我下一年就要考公開試了，我就要面對很多東西了，所以就講緊其實，我呢個暑假係我最後一個，咁就好想快啲到下一個暑假，咁希望大家可以了解我即係日常生活嘅自己。咁會唔會好難 balance 工作同埋學業方面？我覺得依家暫時未之前有經歷過，即係好兼顧唔到自己學業，但係而家都即係 overall 都兼顧得，我自己覺得 OK 嘅，但係始終都係。即係公開試嚟緊啦，所以我應該要喺呢方面再去 balance 得好啲，同埋再 focus 喺學習多啲咯。難得同粉絲見面 ，Aska 呢日都玩得好開心，仲唱住歌同大家玩水互動添。之但係聽佢把聲沙沙地，都令粉絲有啲擔心。Aska 都有向大家報平安。我覺得好好玩啊，因為佢哋玩得好 high， 一啲呢個形式係冇乜拘束，即係大家喺一個泳池入邊，即係大家好似玩緊嘅同時，又同時間睇緊呢個 show。咁我都想可能係同觀眾可能有啲互動啊，即係有啲細個嗰陣時成日都會玩水啊嘛，即係潑水啊咁樣。咁啱啱聽到 Aska 把聲係咪都有少少唔舒服？近排把聲都有啲問題啦，即係有啲唔舒服，都睇緊醫生，同埋而家都針灸緊，同埋食緊藥。